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路人居路，水人居水，这一句话说明了古时候的人类就已经知道生物生存和环境之间关系密切。植物也和人一样，植物的生存和它的生长环境之间也是关系非常的密切。吃得饱穿得暖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基本条件，吃饱穿暖就有待农业健全的发展来承担起供养万民的任务。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必然和它的农业息息相关，而土地利用管理是农业生产成功的一个基本要件。所以古人说向土之宜，宁水高下。在中国早在霍纪的时代，人类就已经知道如何分别土壤生产能力和土地水利条件来适时适地适种的栽培作物。所以在栽培作物之前，先得对作物的特性、发育状况和它的生长环境做一番了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土的世界。土壤的故事就像陆地上的生命一样的古老，土壤推动人类的历史文化，更是人类的见证。人类的食具、住所的砖瓦、交通网的路基，全都是利用各种土壤的供应。但是我们利用土壤却不了解它。土壤的自然生命从岩石的解崩那刻开始，历经生长与死亡，这都与人类的农业息息相关。土壤最大的功能是依据其物理性、化学性以及生物性，让作物的根系立足，支撑地下部，并供给作物所需要的养分、水分和氧气。土壤的物理性质，例如通气、排水、粘性等等，是决定土壤供给水分与养分能力的因素。而土壤的化学性质，像是酸碱度、肥力、有机质含量等，就是决定供应作物养分的主要因素。因此，土壤的物理及化学性质会支配作物根系能深入土壤的深度，以及土壤保持水分及供应养分的有效深度。除此之外，土壤中也含有很多种类的微生物，会将土壤中的有机物质转化分解为无机养分供作物吸收。所以当作物的残株和根系部分留在土壤上，就是绿肥的一种。其养分会再回归到土壤，供下一期作物之需要。作物为了生长，必须由土壤中吸收各种营养分。在这些营养分中，对氮磷钾的需求量最多。但是这三要素却是土壤中无法充分供应的。所以肥料的施用就是为了弥补土壤中所缺乏的养分。但是养分的补充要看土壤条件与作物的需要，养分的补充要适合作物的需要。如果肥料供应太多，不仅浪费，而且残留在土壤环境中，对环境也是一种负担。过去为了照顾农民，供应肥料采低价政策，而且肥料充分供应，所以大部分的农民都有施肥偏高的现象。
随着肥料政策民营化的来临，数十年的肥料低价位将难以维持。为了降低施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以及维持土壤生机，实施合理化施肥是势在必行的工作。而所谓的合理化施肥，就是营造一个适合作物生长、养分需求的土壤环境，一般以测定土壤养分含量，以及依照各种肥料的试验，来推荐施用量和施肥方法。土壤诊断技术长期以来为各个农业改良场及农业试验所服务农民的工作项目之一，而且还提供免费的作物土壤叶片分析来服务其辖区的农民。作物和人一样，都需要养分来促进生长，而作物营养的取得和能否有高产量、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它的关键就在于对营养分的需求量与农田土壤供应各种营养分的能力。所以不同的作物对肥料的反应与利用也都有所不同。而为了达到合理化施肥的效果，就必须先掌握以下几点。第一，先了解作物品种的特性。第二，要配合作物的生长期或株龄。第三，再配合其他的作物管理。此外，土壤肥力的高低又和施肥的多寡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土壤肥力低时需要的施肥量就多，而土壤肥力较高时则需要较少的施肥量。所以农民们在栽种作物之前，就得先对该农作物的特性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分析农耕环境的优劣状况，进一步再接受农业改良场所推荐的土壤与肥培管理的方式。而土壤素测就是我们对土壤了解的第一步。土壤素测是一种推估土壤肥力的诊断技术。一个完整的土壤素测诊断技术包括了四个步骤。第一，土壤取样。第二，叶片分析。第三，结果说明。第四，施肥推荐。土壤素测的第一项工作是田间采样。我们在采样前必须先了解所要采样的农田土壤变异情形。土壤采样时期已在前作物收成之后到下期作物种植前的这段时期为主。在采集土样时，要先清除表土上的残留枯叶以及肥料，用锄头将土掘成凹形，在土深约20到40公分的地方各取表土与底土大约500公克、1.5公分的厚土片。在预定地点采取一个小样本之后，再向四周距离大约15到20步的地方各取5个小样本，予以混合，成为一个混合样本。如果农民所栽种的作物是属于短期性的浅根作物，则采土的深度只要达到有效根群发育的表面土层或者是根离层就可以了。如
如果是属于多年生的深根作物时，长样本的深度就得是有效根群生长的深度而定。土壤的分析需要将土和水以1:1的比例加以混合，并且以玻璃电极法测定 pH 值，接着再用比色法测定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白雷氏第一法测定有效性零，就是利用这些精密的仪器才能分析出土壤的肥力，并且根据正确的数据来提供适当的推荐施肥量。目前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就有针对中部地区的农田土地做土壤表土质地分析与土壤坡面总整理，如此完整的分析资料可见其为台湾农业用心之处。作物对土壤反应的适应性各有一定的范围，例如 pH 值在 4.5-5.5 左右的酸性土壤就非常适合栽种凤梨、茶树这些耐酸性的作物，而像一般的果树和蔬菜比较适合在 pH 值 5.5-6.5 的弱酸性土壤当中生长。至于像莲雾则适合栽种在 pH 值 6.5-7.5 的微酸性到中性的土壤里面。一般而言，以 pH 值在 7.0 左右的中性土壤比较适合作物的生长。如果农民需要改善土壤环境以及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话，可于每公顷施用2-3公吨的苦土石灰，并且配合10公吨的有机质肥料，然后再使用耕耘机耕犁与土壤充分混合。如此一来，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可以增加磷肥的用量，使作物有良好的栽培环境得以健全的生长。除了采集土样之外，还有作物的叶片分析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叶片中所含的多种元素会因为品种、树龄、季节、叶片部位等各种因子而有所改变，所以农友们在取样时必须一致。现在我们来听听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赖文龙先生的说明。先跟各位农友报告，就是我们一般果树的采样方法。首先我们一般果树的话，我们在采的时候是以那个开花以后它的营养正确的时候我们来采这个叶片。就以葡萄为例的话，我们一般的夏果的话，我们是以开花后30天采它的果穗算过来第二片叶片。快采收起的时候，我们是成熟后起的话，我们是采经过70天的时候，我们是采那果穗到数过来的话是第四片跟第五片叶片来分析。我们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说，那个叶片的话要正常叶，没有受伤，没有病虫害危害，没有一些症状。如果不正常的话，我们就是另外采它的叶片来分析。我们现在就以那个实例的话跟来。我们跟观众来报告一下哈。叶片采样的方法应依照 U 型采取法，采样者顺着 U 字形来行走果园，选定左右两边代表性的果树采取叶片，但是不同的品种应分别采样，并且放入塑胶袋内标示清楚，连同土壤采样一起寄到该区的农业改良场的土壤肥料室就可以了。政府推广执行那合理化施肥由去年就开始，是6年的计划里面，我们改良场目前是以大面积来推广推荐合理化施肥。同时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有配合设施，就是有酸性土壤改良，
有机质肥料使用，还有氯肥，还有微生物肥料的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晓得，过去的话我们因为农地的话在政府的保护政策里面，就农民都大量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酸化蛮严重的。目前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健康的土壤找回来，我们就是要再进行土壤酸化改良，还有使用有机质肥料，种植氯肥。目前我们有分析组里面，土壤分析组里面我们都晓得，在山区的话pH 都是在4.多到5.多，过去的话土壤是以5.多到6.多，目前那么酸，我们就是要如何改良，就把它利用酸性土壤改良的，使用石灰制材，有机质肥料，或草生栽培，像我们在狗市里面，我们是推荐他们草生栽培，草生栽培可以缓和那个土壤的酸化，同时在营养诊断的部分的话，我们是进行土壤采样分析，还有叶片分析，在土壤叶片两个配合下，我们那个分析组可以来做适度的推荐给农民，他们施肥，不是说不是造成他们肥料又过量的施用，反而把那个农产品的产量降低，或者是品质降低，所以我们现在以一个例子的话来说明，像那个柑橘类的话，放柑的话，它的那个叶片的叶氮的含量如果超过3.2以上的话，对它的品质的话，糖度的话就会反而会降低，而果肉的话反而比较疏松，这造成它的品质的差异都没办法久存，储存的话它的品质都蛮差的，如果在柿子混着的话，它的糖度一直上升的话，那采收起那糖度蛮高的，那果品的品质都很扎实，所以那可以存放的时间也是蛮久的，所以那个品质可以说是一级棒，氮在作物生长上是必要的营养分，所以氮肥的施用方法就极为重要。在生长初期，作物需要吸收多氮，但是到了果实着色期，氮的施用浓度就以少量为佳。例如柑橘类果树的氮素缺乏时，新枝梢的生长会不佳。果实虽然肥大着色早，但是会显得无光泽，吃起来苦涩无味。相反的，若是氮素过剩的话，树的枝叶会生长繁茂，变为浓绿色。当树干的内部无法接受充分的日光照射时，果实成熟就会缓慢，果品低落，果体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假素的缺乏症会从老叶发生，叶缘成为褐色而枯死，此种症状就称为叶缘烧。但是钾肥的施用量过多时，则容易引起镁的缺乏症，而镁的缺乏症是在柑橘类、葡萄、梨子等发生最多。从古时候的相土仪、分地力来了解土壤的肥力特性，一直到今天原用现代科技仪器的协助来分析土壤与叶片的物理化学性质。由此看来，台湾农业的科技文明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步。作物的营养诊断是为了确定作物的营养状况，更是实施合理化施肥的基本要件。而推广合理化施肥的目的，是为了延续过去台湾农业的辉煌成就和健全农业生产，并陪伴我们迎向21世纪的新挑战，创造全民的福祉与健康。
随着社会经济发达，国民生活水准提高，因应消费需求，农作物的栽培也必然走向精致化。确实实施合理化施肥是农作物栽培精致化的先决条件。为了达到合理化施肥，就得先了解土壤供给作物营养分能力，然后按照我们所要栽培农作物的养分需求量及生长时期给予调整补充肥料。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及桃园、台中、苗栗、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各地区的农业改良场都设有土壤分析室，希望农友们多多加以利用，采取土壤样本送给他们分析，然后依照土壤分析的结果决定作物的施肥量。我们的国家即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尽地球婚著名的一份责任。在我们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当然也面对着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压力，执行合理化施肥可以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具有竞争能力。各位观众，感谢您对乡间小路的支持与鼓励，朋友们，再会。